蒜苔买回来不要光知道炒腊肉了，试试这个凉拌做法，真的比大鱼大肉都好吃，酸辣又脆爽。先把蒜苔切成长长的小段，水中放一勺植物油，水开下蒜苔，焯水一分钟捞出来，凉水里过一趟，使蒜苔更脆爽，然后像这样撕成长条备用。碗中加红花椒、干辣椒、白芝麻、蒜末，浇热油激发香味，调味放糖、盐和鸡精、生抽、陈醋、蚝油和辣椒油，搅拌搅拌，淋上蒜苔，有条件的撒把花生米和香菜，抓匀就可以吃起来了。这样做的蒜苔好吃到舔盘子，你也学着做起来吧。